在意，就在这。好胖哦！来来来，欢迎。就拍整天都不会觉得腻。关岛，关岛，你看它前后轮都会跳起来。在博远。对。那个轮子好精致哦。对啊。这轨道是阶梯。没有接好的吗？哦，有，一高一低，有一高一低。OK。不动。哈哈哈哈哈。因为最宽啊。不是啊，最有值的啊。所以啊，这弧度还不够吗？对，看它这个转弯有没有？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它不是弧线，是折线。好、啊，这个轮子就要跳起来了，到了这里。可能真的毛好，会有这种问题。那个欧洲车应该问题不大，没有，他们是塑胶车，这个是金属车。哇，这金属的，对啊，对啊，哦，难怪，是铅铜啊，铜线，只有绝缘的部分，怕不要。Thank you.